学佛的群里有新师兄的头像穿着打扮比较暴露和性感，因为刚入群，群主也不好去说他，如果其他人看到起心动念的，群主就不念了。不可以的，不管新师兄的话着装暴露就要跟他讲的，不能这么来的，不可以的。哦，不能不讲的，情愿得罪他，也不能让其他人受到那种这个会命的受到伤害呀、啊，不可以的、哦，人家以后不来了，很多人。哦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、嗯。